状况一，现在口罩慌，买不到口罩，家里又突然找不到口罩，好像世界末日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把门锁起来，躺在家里废就好了。状况二，躺在家里废一段时间，但是没有口罩，不敢出门，叫外送也有可能被感染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把门锁起来，然后把厨房的灯打开，试着下厨，继续躺在家里废就好了。状况三，在家里废一段时间，以为可以存活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食材用完了，然后出门又可能因为没有口罩被感染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把门锁起来，继续躺在家里吃空气就好了。状况四，在家里吃完空气之后，发现吃完空气也会胖，然后肚子突然咕噜咕噜的想要咕噜咕噜，在家里舒服的咕噜咕噜之后，发现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没有卫生纸，但是因为没有口罩的关系，出门有可能会被感染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把门锁起来，继续躺在家里咕噜咕噜就好了。状况五，叮咚，手机另外一边传来今天晚上要团练，因为再过没几天我们就要演出了，可是因为没口罩，出门有可能会被感染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把门锁起来，躺在家里就会练好了。状况六，哇嘞，看完这支影片才知道礼拜六7月半要表演的粉丝们想要出门，但是因为没有口罩，怕被感染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真的很简单，把刚锁起来的门打开，然后走出去就好了。